要不起。三个五，挺好的，这把早死早超生啊，搞人心态的。没有机会。这把我们打皎月带来电刑可以玩。电刑打什么阵容都可以，但是征服者打的阵容就要特定一下。现推的。打皎月一级推线，全女打野，皎月前期不是很好杀，还是老规矩，这边插个红，对不对？还记得那把剑圣没有？当你把这第一波线推了之后呢，直接往对面野区插眼，小心对面的 W 啊！继续推线，他想E我，他两级绝对学E了，一定要小心，再 W 一下。AQA 打他一套，再走位躲 Q， 小心一点。我这么跟他换血其实有点问题，因为我想反野的。他两级居然学 W， 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谢谢人 flow 送了一个性感大飞机。Q 接平接 W。A 翻墙，哎，漂亮，一血拿了，而且还骗了两个闪，一个闪，相当的漂亮。感谢人弗洛送的一个飞机啊，常见来两个。队友开始点十五了是什么意思啊？稳住心态，我来 C， 这就开始十五了。你妈的，三分钟你就十五，我给你来个膝盖重锤的。不要妨碍我。皎月四级，我三级，建议不跟他打。漂亮，怎么说？继续推一下。小小皎月有想法，推了，直接推线。我身上有蓝呢，我可以用 Q 补刀回血，不耗蓝。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插个眼，又来，感觉这把要被针对了呀。说实话，这个打野是不是想死？没有 Q， 那就我可以直接 W 了。走。提亚马特六二五上单石头人，鸡有一个偷个鸡，偷几个小的吧。小小皎月五级，推线 ，Q 回血。插眼了 ，Q 回血 ，Q 回血，给他回家，给他回家，给他回，没事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你要知道，咱们这把是有天使的，我跟天使是很容易配合的，好吧？我进去开坛，天使给我个大，对吧？对面就懵逼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买一个提亚马特，活不长了。下路好抓呀，这下路这两个组合很厉害了，漂亮。上单天使被单杀了是什么情况？
被石头人单杀点名批评一下。 F6 拿一个，皎月一套好像打不过他，他护臂出门不太好打他。哎，哎，交给你了老哥。哎，应该有机会吧，漂亮，推卸助攻有了。这个征服者皎月确实伤害有点高啊，吃个塔皮其实感觉还可以再吃一个塔皮。又是一句，溜了，回家一下。皎月七级，回家买个巨石短臂，再来一个长剑。这把的话三速鞋不着急出，因为出三速鞋的话这个皎月你没有推线权，怎么他倚仗着自己肉他跟你换血你亏。我们就出长剑，他如果敢皮的话我就干他。嗯，敢皮就杀他。红 buff 拿一个，漂亮，没有眼。感觉可以杀他，他在打红 buff 啊，走过去搞他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闪现交了，双 buff 给我拿来，双 buff。听说你前期想来抓我，那我不用你来抓我，我来抓你了啊！走，偷一组对面的大鸟，走，吃他大鸟。吃他大红，再推一波线嘛。吃他大石头人。漂亮。这个皎月都懵了，这个皎月的这个 B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呢？是什么情况？推了，皎月八级，我九级，感觉他应该打不过我，但是我有钱没有消费，继续反野。对面打野应该在打蛤蟆或者在抓我的路上，你信吧？他在下路，来，别怕老哥。翻墙，机会来了！翻墙 ，QRA 溜了，哎，漂亮！老哥，哎 ，Q 错了小，哎，眼睛的话，眼睛建议捐给有需要的人。Shut down。哎。得了闪光了，得了白内障了，兄弟们，眼睛得捐给有需要的人了。这个眼睛，这眼睛不太行了。哎，大，差一点输出啊！三速鞋接扫描。我靠，这种低级的失误应该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这种高手的？
么情况？他妈 Q 小兵是什么意思？不过还可以啊，这把下路镜也没事的。这个镜这个英雄起来了就是体大体管机，是吧？瘸腿，很好杀的。所以说这把他起来还好，就是他妈石头人起来不能起来，这石头人不可以起来，这石头人一起来我就难打了。阴一下，来了老弟，我靠，这都不死啊！你在逗我？他们活不长了。上单天使怎么零杠三了呀？点名批评一下，吃个屎压压惊。还好，问题不大，等我大，我只有有大才有机会。推一下，来，这个蓝 buff 我应该值得拿一波。下路其实不太好抓的，因为他们这一波肯定要来下路了。漂亮，溜吧溜吧溜吧，别站一块啊，走了，我先溜了，卖了，该卖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卖一下。哎哎，厉害啊，互相打一套，我有大的，别搞啊，再搞打你。螳螂还可以啊，无处可藏，螳螂这一波还可以，推一下。拿一波对面的红 buff， 螳螂装备还可以，八级，拿一波。大鸟偷一波，不会吧，我他妈 Q 都伸出去了，为什么没伤害啊？看来光速比声速要快一点。可以，先看到人，可以。哇，他直接打我，没，当时我技能是真空期，但是我只能这么搞了，头给皎月拿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不是很亏。不是很亏，不是很亏。天使这个剑有点像那个盖伦的大宝剑，看到没？闪现是什么意思？漂亮，走位，漂亮，来了老哥，别怕，我靠，来了老哥，哎，漂亮，你搞我。你们亏了吧，这波是血亏的，我跟你讲，回家一下，让螳螂去拿这个小龙，我们先回家一下，走。回家买一个战锤来了解一下。战锤来一个，召唤师峡谷下雨了。他们活不长。我们家 ADC 其实有实力的，但是没有遇到个非常厉害的辅助，可惜了。
你他妈的，你在逗我？你这一波居然想赶过来，我没有想到。三狼哪一个？下路两个，等一下跟他们搞。黑塔，黑塔，黑塔，黑塔。偷一波大鸟。哎，这 ADC 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死瘸子，妈的！哎，你他妈再到处那个 A 一个 A 一下走一下 A 一下走一下，不打你，打爆你的头！聪明人打和气啊，聪明人！来了，老弟。我靠，天使站起来了呀。上塔先推了，我有双 buff， 就怕这个石头人，石头人死了那就不用慌了。上路是没有人来的，回家一下，峡谷先锋慢点放。幽梦，巨石短臂，夜之风刃，走。F 六拿一个，漂亮。给他们塔，我们推塔，推塔，他们在做无用功。聪明人是在推塔的，撞呀！哎呀，这个峡谷先锋干啥呀？这峡谷先锋，喂，怎么撞一下这么费劲呢？这波撞石头人没有来。红 buff， 哎，可以啊。喂喂，你他妈别 K 头了，等一下你等一下是不知道你怎么死的呀。你 K 这么多头，你最不应该起来。这把对面四个人谁都可以起来，他是最不应该起来的，他起来了。我杀他两个技能就行了，就杀对面这个人，只需要两发技能，稍微肉一点，洪水晶来一个。洪水晶400块，长剑360，多了40块钱，多花40块，赚了。马上15级了，静音，咱们把双 buff 拿过来。他这一波，哎，中路有机会啊！ADC 我来了呀， ADC 这一波你没有这么运气了，绕个屁股啊，绕后，他应该在这边， ADC 在这个槽里，在这个槽里。哎 ，ADC 他妈人呢？不应该呀！
哎 ，ADC 去哪了？他没有中亚子，他很危险。挂机了吗？不应该吧。哇，这个全女伤害这么高吗？他在等复活甲，这个人他在等复活甲才出来，这个人黑切来了，我吐了。感谢飞奔的瘸子送的飞机。哦，进给我送飞机了吗？谢谢飞奔的瘸子送的一个飞机啊！谢谢飞奔的瘸子，感谢老板，爱你。谢谢老板送的一架飞机啊！谢谢老板大气。嗯。黑切来一个。他回家等了个复活甲，感谢丢丢了个丢送了一个飞机，谢谢丢丢了个丢。不要杀他了，没什么意义，给他跑吧，因为在塔下拿他没办法。上路带一下，我们去刷一组 F6。 你压的不怕死，我发现差一点大，黑切来了，青羽可以买一个，这把其实最好买复活甲，这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到对面这个阵容做复活甲会好一点，因为错青羽没有打不动对面，做复活甲呢还能多一条命，像这一把其实可以买个复活甲，性价比很高，性价比。性价比是相当的高啊，兄弟们！可以，1500块。比如说 W 空了 ，W 没有空，被动已经打出来了。你没听到声音吗？那个流血声。这把的话 ，MVP 是螳螂的还是我的？应该是我的吧。螳螂战绩没我好，我24分钟241刀，1秒钟1刀，他只有136刀，应该没我厉害。支援一下队友，绕一下屁股，一波了。投了，我靠！还可以吧，如果大家也觉得主播刀锋玩的还可以，如果你也喜欢玩南刀锋的朋友可以点一波小小的关注，咱们的话还差一波抽奖，给兄弟们抽一个100块钱吧。